级开心，有感觉到对不对？因为我想念你们。哦，是没下雨的关系吗？不是，你们其实不知道，太闪了，老是讲那个下雨不下雨的事情。但是你们到底知不知道雨滴是如何形成的？有一次啊，我就自己开始好奇，我说上网查说，哎，雨滴是如何形成？搜寻，结果答出来是因为有萧敬腾，然后我就再也不唱了。啊，那我不多说。